冷的天气，然后很少人就来这边排队。那因为今天12月19号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日子，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公开的一个人的活动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你们来这里支持的每一位，我都会记在心里面。那希望这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开心的一天，然后这个12月19号呢，2020